是想的我推我，不是说了吗？你来，你拉的动作。他的动作。我不是说不撞吗？我不是说不撞吗？你知道他是一个老师，你知不知道？参加过妈妈去哪儿？对，多多姐姐的爸爸，然后跟他学一学，看看。怎么讲讲发声？怎么介绍你自己？让黄老师再教教你，好不好？黄磊，首先他是我的好朋友，然后再加上大家也知道他是一名老师，他比我更专业，他更懂跟孩子相处，他很会跟孩子沟通，我也想偷偷去学习一下。想喝我就把他拍飞，你敢揍你？你好吗？你好。握手呗。偷偷吻，可以偷偷吻。别激动，他叫乖乖。不知道惧怕狗吗？惧怕狗吗？坐那个沙发，你坐这个沙发怎么样？之前就跟我说过他害怕，吓得都不行。你们把我看着狗。狗不吓人吗？你们把我抱着狗啊！你们帮我抱着狗。小花老师不容易啊。